陈父亲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速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遗憾尽了，至此那样紧要。喂 ，Ivan 你好啊，喂。歡迎嚟到呢個 Doctor Taxi 嘅 studio。呢個係 Doctor Taxi crossover 職場 marketplace 同埋 Rex 嘅一個頻道啊。我哋係吉他老師，而家彈琴，冇包嚟，多功能嘅 ，OK， 多功能。同埋你見到我哋而家呢一度咧，就其實係一個音樂嘅地方嚟嘅。啱啱就 jam 完歌，因為其實點解咧？我識咗啊 William 咁耐咧，就知道你搞咗一個新嘅頻道，就叫做 Doctor Taxi 啊。係啊，咁啊真係唔係關於的士事嘅。我哋都睇各位朋友睇落有冇啲似的士塵啊？係啊，的士塵，係係啦係啦係啦。咁 anyway， 咁點解會有呢個頻道呢？咁就呢十幾年啦，啲人咧就成日想問喂食咩靚嘢啦，著乜靚嘢啦，去邊度玩啦，即係吃喝玩樂咧都揾我嘅。咁呢十幾年都好煩嘅，都有 call， 係好煩啦。所以整個平台，大家上去啦，買靚嘢食靚嘢，總之我揀咗嘅嘢都係好嘢。喂，所以咧，其實見到知道阿 William 以前咧都有一個品牌咧，就做鮑魚。是啊是啊是啊，小弟喜歡創業的，所以創業一次之後呢，三年後就又創業了。這個連環創業家嗎？是啊，創業上癮。我創業上癮，但是成功就不知道了。我們很多合作夥伴，例如 Rex， 咁認識了他幾年了，咁啊想，咦，其實我們經常都唱 K，好悶喎，想唱 live band 嘅，所以啊，同埋而家以前呢啲以前我哋做錄音咧，係哇，真係揾你間房度，哇，要教好多嘢啊，錄到好靚嘅音樂，但係而家唔使，而家個先進嘅設備 ，audio 直接 line in， 同我哋而家啲電話真係咧高清度咧，冇錯冇錯，靚過 camera， 咁所以其實可以到邊拍到邊，好低嘅成本價錢可以製作到一個好靚嘅音樂。好靚嘅歌俾大家唱，咁就唔使唱 K 嚟噶，直接同呢個我哋嘅吉他大師去，冇錯冇錯。係啦，所以呢個各位朋友嚟呢度睇住啊，我哋之前咧都同阿 Rex 兄咧就拍咗一集嘅，我哋下一次咧就變咗阿 Rex 喺度唱歌啦，同埋音樂裏邊咧分享自己嘅音樂路向嘅。係啊係啊。喂，咁點啊？我哋應該會唔會唱到幾首歌俾你哋聽？唔係曾付出幾多心跳咯，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創業。係啊，你知你都訪問咗好多個唔同嘅創業家啦，咁其實200個朋友，200間公司，210同埋211嘅朋友，多謝曬，多謝曬你，喂，咁其實創業嘅心得真係好多心血嘅，放棄咗自己份工啦，一平均收入啊，可能放棄自己老公，因為老公唔喺屋企啊，放棄曬就係創業。咁其實創業成功唔係錢嘅問題啦，係嗰個。真係心態問題。頭先你訪問 Rex， 你佢講出嘅心得，以十幾年、幾十年，其實係為咗個夢想，係啦，為咗自己個興趣，你中意嗰份嘢咧，你做成功與不成功，你中意就去做。呢個 passion。咁佢哋最尾咧 ，Doctor Taxi 咧，究竟個理念係點啊？除咗啲朋友咧，喂想揾你，喂可唔可以有啲正嘢玩啊、好嘢食之外，就你想帶俾一個咩理念？我哋喺在座嘅朋友。咁即係其實 Doctor Taxi 嘅平台入面咧，其實就有好多，又譬如運動啦，咁我哋運動唔係嗰啲咩瑜伽㗎，而家嚟到 flex bar， 即係揸住個棒，咁就我哋服痛症嘅嘢，亦可以帶動到一個好好嘅 gathering 去做啲運動咯。咁譬如食嘢啦，食靚嘢啦，我哋食靚嘢好健康嘅，即係譬如嗰條魚咧都冇抗生素啊。很 naturally grow， 即係同埋菜啦，有機菜啦，水間菜全部冇農藥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去到呢個世界就係健康同埋身心都健康，所以 that's why 我運動啊、唱歌啊，全部係啲健康嘅嘢啦，大部分。咁呢個平台入邊，什麼都有啦，吃喝玩樂。哇！咁好大鑊喎 ，William 呢一個嘢，咩都經過我啦，就係你死乜嘢都過職場 marketplace 冇嚟㗎。我睇 Doctor Taxi 唔睇職場 marketplace 點喎？所以各位朋友，無論係 Rex 嘅音樂啦，無論係呢一個 Doctor Taxi 啦，同埋我哋職場 marketplace 都希望得到大家支持。係有曬我哋啲資料嘅，我哋下邊可以聽音樂啦、睇嘢食啦，同埋學一啲創業嘅心得咧，可以下邊 comment、share、like、分享俾我。可以第二輯嘅，你再訪問我多次。第二輯第有排講㗎，我真係你講創業真係講幾輯都得㗎，不如我十輯好唔好啊？
冇問題，所以係217同埋218，我哋再有。係啦係啦，我哋仲有好多創業家喺後邊啦嚇，遲啲都幫埋埋佢哋。冇錯，我哋麻煩曬你，我哋繼續 join 你。好，咁 come and share like 再見，下次再見。再被揭挑，连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风恶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与你继续缠绕。同情一世，反而愿望亦渺小，留下一点。Yes. 下次再見 Thank you Rex Rex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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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